到这个物件啊，这是青花瓷，大明万历莲纸，大明万历耶，嗯，怎么会有这个物件呢？也是朋友弄来的。哎呀，你朋友真不少，我五湖四海啊。嗯，什么因缘送你这个品呢？就一不小心吧。很多朋友，我告诉你，来往的时候，一高兴，一喝酒，一开心的，很多东西就交流就开始了嘛。而且据说你是朋友间的开心果。哎哎，跟我在一起，又好笑，人又爽快。哎，对对对，是相当。钱又干脆。哎，对对对对，最重要是后面那一句。钱是王八蛋，不花你干嘛赚？拿钱。那张奎大给你有我的电话吗？有有有，待会儿我找你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一起花钱去。教授，这是青花瓷哈。啊，青花。我们来看看，张奎大哥的朋友有没有交学费啊？他有没有被骗？请见价。3000元。哎呀。又3000，左3000，右3000，左3000，右3000，多少人被骗了是那么多钱，这就是过程了。对，破绽在哪里？我们想知道。第一个，明朝晚期的时候政治腐败，东厂横行，是，对吧？所以有这个很多的工匠啊，就不愿意去官府的窑厂服务了，叫也叫不动了，因为皇帝也没钱了，不去了，哎，不去以后呢，民间的这个窑就做得很好了，是，瓷器做得很棒，但是官方的窑厂都是找了一些就是比较差劲的，一般的了，所以呢都做得很差，所以明朝晚期的不可能做这么漂亮，不可能，就是不能光鲜亮丽，它的画工也没那么仔细了，就是比较随便的，所以很多这个情况看到的他做的瓷器就衰退很多，所以他不可能做到这么的精致的东西，不可能这么细啊。另外我们看这个，当然也看到材料，它材料很漂亮，这不可能，那个明朝的，明朝的这个材料没有做得那么漂亮的，是是，因为那个时代的限制做不了，那另外我们看这个落款啊，这落款当然很像，但是不对劲，另外这个青料也不对，这个青料啊，在这个明代的这个万历的时候，他用的是浙料了，晚期他用的浙料。这料，它这个东西太漂亮了，这个的青料太漂亮，所以它是现代的，包括这个土都是白的很，对对对，所以白了，对对对，3000块不重要，反正用的比明朝皇帝好。这是仿古，仿古，现在仿古，很算是也算是高仿之一了。对对，放在家里的话，看着也开心，我用的比明朝皇帝还好的。不，你说这个东西，它虽然说它不是个真品啊，但是你说你在家里摆在那儿，蛮赏心悦目的，赏心悦目。就是我们只是当这个赏心悦目，它值3000。对对对对对，好不好？开心最重要。